心想的却不得，一夜苍穹归来，人世已离歌，今生不可得，天涯各奔荣心乱，天缘长久人稀开阔，离他不远却近不得，天机一分涌冲去远，百年后所幸思念终成歌，离人回音含笑着夜奔长空，雨晴的树并没消失，好心肠泪不知消失，却总不知有心苍穹正开阔，不我思我叹，一夜不敢求白头，这世间不必多解释，若心痛人不知如何。大爷，我们这云韶司干的本就是抛头露面的生意，你不抛头露面怎么挣钱呢？这王公子呀是城内的富商，他点名要你，妈妈我都答应了，你可不能把银子往外推呀。妈妈，我是燕统领的女人，他很快就来了。来什么来，燕统领上个月的包银还没送来，恐怕早就把你给忘了。初月是我燕长云的女人，该让她做什么不该让她做什么难道你不知道？燕统领，我们这个云韶司啊本就是风月场，这打开门做的就是生意。哎呀，我现在马上就让王公子另选佳丽。初月，好好照顾燕统领啊。没事吧？对不起，报应的事我给忙忘了。燕大哥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找我。好你个燕长云，你在外面说我猥亵你，自己还不是在这儿金屋藏娇，还跟一个青楼女子在这卿卿我我的，你这样对得起你统领的身份吗？哎，这干嘛？你怎么来了？我怎么不能来？你能来我不能来？哦，觉得我打扰到你们在这风流快活了是吧？这不是那个燕统领吗？哎，对啊，我燕长云来看自己关照的女人，还要你个太监管，滚出去！这太监怎么还管起燕统领的事儿？就是，滚就滚！你说的对。太监啊，燕大哥，这怎么看也像是个女人呢？她是，就一个小太监。燕长云，你无情别怪我不义，反正我本来就是要杀你的，你不死我就没有解药，没有解药我就得死。这种人渣，死不足惜。杖刑一百，以儆效尤。如此，就罚陈一人，放过小强子和千羽卫的弟兄吧。这个给你，以后如果遇到危险，只要吹响它，我就会立刻赶到。
你是我千羽卫的人，保护你是我的职责。虽然他平时凶巴巴的，但是毕竟救过我的命啊，我这样恩将仇报也太不仗义了。哎呀，你想杀我？是。为什么？你不是知道吗？我原本就是来杀你的。你想起来了？没有。不过，前几日师门的人找到我，和我说，如果不杀掉你的话，我就是叛徒。师门是谁？我不能说，但是我可以给你保证，师门的人都是行侠仗义、除暴安良的好人。你有失魂症，他们的话你怎么确定是真是假？我身上的毒你还记得吧？我现在才知道，不光是我，整个师门都中毒了，而且那个接人还以解药相要挟。他们说，如果我杀了你的话，我们就都得救了。那你大可以杀了我，为何又反悔？你不想活命吗？我当然想啊，可我觉得你是个好统领，而且我们也算是兄弟吧。况且你还救了我的命，这次就算是我还你的恩情了。心想的却不得，一夜苍穹归来，人世已得。这下你都知道了，我凭你处置。处置？我连自己的心都处置不好，哪有资格处置你？哎，燕统领。天远长久，人稀开阔，离他不远。他宁可自己去死，也不愿意伤害你，你又能给他什么？秦家的冤屈还在，朱云、雷叔，还有那么多的人在受苦。他这尾巴，你竟然还在纠结儿女情长？燕长云，你不是在利用他吗？你不是为了玉扳指才把他留在身边的吗？你怎么能对他动心呢？心苍穹正开阔，不我死我他，一夜不敢求太多。小强子，你怎么开始学起朕了？唉声叹气的。皇上，我现在理解你的处境了，那种左右选择都不对的感觉。不是吧？咱们这左右逢源的小强子还能有今天？不是我，是我一个朋友。还有，你的一个朋友，那你说说吧，你那个朋友怎么了？首先，他的差事就很特殊。怎么特殊？刺客？不是刺客，是行侠仗义的侠客，而且。算了，这些也不重要，反正就是他现在面临了一个选择。如果选择成全自己呢，就会背叛朋友，但是要是选择朋友，自己又委屈。
当然选择自己了。那朋友怎么办？朋？哎呀！哎。嗯。那你打算怎么做？要是我的话，我就选朋友。那你还挺仗义。当然了，为了朋友要两肋插刀的嘛。嗯，就这么说吧。如果说肖万里过来找我，要给我加官进爵，但是要背叛你的话，我肯定不会同意的。我宁愿在你身边当一辈子小太监。真的？嗯。你看，你这不都选好了吗？对呀、啊。皇上。我知道，朋友。嗯，来，拿着，来碰一个，哎，朋友，嗯，怎么样？嗯，挺甜的。长云，我错了，我给你道歉，我忘恩负义，背叛朋友，我不配当人。燕长云，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，要不这样，你把门打开，你拿我撒气，只要你能原谅我，你干什么都行。我真的不想失去你这个朋友，燕长云。好吧，其实你不原谅我，我也能理解。我也没有办法原谅我自己。对不起，我不值得你为我这么做。给我泻药，我要生血！我杀了你！别别别！杀！走！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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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都让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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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让开！方游，快把尸体抬走！是是。方向，无法无天，谁让你们移动尸体的？先与魏办案，轮不到你们刑部插手。现在交由刑部接管。由不得你们千羽卫插手，我看谁敢拦我！我，除掉方游，真的能以绝后患吗？看起来，燕长云不会轻易善罢甘休的。那就由不得他了。老爷那边自会处理的。燕统领，你好威风啊！南国兵马未召，不得入宫。萧大人是不知道，还是在挑衅皇威？我乃当朝丞相，杀人何须用刀？老夫问你，刑部奉旨查案。你们千羽卫凭什么当街抢走方游的尸首？南国城内街头有人暴毙，这是千羽卫的职责所在。你公然对抗刑部之令，就是藐视本相。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。我是皇上的臣子，只听命于皇上，恪守皇上给千羽卫的职责。哼，
好一个只听命于皇上。你随我面圣，我倒要看看皇上他怎么说。哎，大人，大人，两位大人，我刚才都说过了，皇上真的不在。你在这守着，今日朕谁也不见。好。皇上今日怎么突然来凤仪宫了呀？啊，你为朕管理后宫，朕特地来看看你。雪茹，快去准备晚膳，皇上今日留宿凤仪宫。哎，等会儿。其实吧。其实皇上不是特意来的。啊。朕是为了躲萧丞相和燕统领，他们两个争执不休，非要朕给出主意。朕实在是没有办法了。那也没什么，皇上，要不臣妾带你从后门出去。也不急这一会儿，朕与皇后多日未见，朕陪皇后喝杯茶吧。燕统领，方游的尸首今日我必须带走，还有朱茵粉的查办权也必须在刑部。萧大人请便。哎呦，二位大人，皇上正在里边休息呢。冯公公，耽误了大事，你担待得起吗？不是，丞相。且慢，萧丞相，冯公公刚刚都说了，皇上正在里面休息。您要是不信的话，萧丞相请便。但是如果打扰了皇上宠幸皇后，这个罪名。皇上，皇上，萧丞相慢走。燕统领。燕统领，燕统领，你别生我气了，咱俩还像以前一样呗。哎，我错了，你别不理我呀。哎，杀你，杀你的事情是我不对，我给你道歉。你想让我怎么做弥补你？你说我做就是了。有些事情不是道歉就能过去的。如果你想杀我，我随时奉陪；如果不想，就离我远点。哎哎，哎，幸亏老奴堵在门口，拼死挡住了燕统领和丞相，这才让皇上躲过了一劫。啥？这个月三倍月银给小强子。这小子真机灵啊！啊。朕倒是有点后悔把他给调走了。就是。皇上，朱茵粉案事关重大，不能再拖延了，请皇上今日一定给臣一个旨意。丞相，您这空白的圣旨是？请皇上用玺，十二人的名字臣自会填上，另外还请皇上赐老臣有先斩后奏的权利。丞相，丞相，您这是在逼皇上。一个宦官，你想干政吗？祸乱朝纲。皇上，朱茵粉祸国殃民，当年秦文忠就是因为牵扯朱茵粉而被诛九族，如今朱茵粉再次威祸南国，定是那秦家后裔卷土重来，试图颠覆我南国政权。皇上，您不能再犹豫了，
要不秦家就真的要造反了。先皇说过，定国公一向忠心耿耿，说他用朱银粉误国，朕才不信呢。皇上，您刚刚继位尚且年幼，完全是受了他的蒙蔽。此奸臣不除，我南国后患无穷。皇上，臣一心为公，殚精竭虑。只有彻底消灭与朱银粉关联之人，才能保我南国江山永固。皇上，事态紧急，请尽快用刑。这就按皇上的旨意去办，告退。萧万里，朕绝不会再受你操控。父亲，这个名单上面写的都是跟朱银粉有关的人，都在上面了。是。你是我萧家的独子，为了保你，我只能这么做了。泉儿，爹老了，迟早是要退下来的，我是想为你铺好路，扫清障碍，把你推上丞相之位的。父亲，丞相之位对你来说是穹顶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我不在乎。赵元那个昏君凭什么坐在我头上？他有什么值得我辅佐的？而我，有德，有才，有治国安邦的能力，我要做，就要做最高的位置。你不到，你竟敢有不臣之心！父亲，如今改朝换代也不一定是件坏事。我绝不许你毁掉我萧家世代忠良的美誉，绝不允许！父亲，你玩弄权势，胁迫天子，天下谁人不知，谁人不晓？而我们萧家又何来忠良美誉之说？您只不过是担心我会连累我们萧家，连累您吧。别忘了，你也姓萧。孩儿，谨遵父亲教诲。你，我再说一遍，朱银粉的事情，你不要再插手了。尘世一场梦，人生几度秋凉。金粉未消亡，天涯断人肠。朕的一生就是场悲剧，而看戏的人却在笑。朕被他们一次一次的压倒，
朕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站起来。或许朕一开始就错了，如果朕当年没有那么软弱，没有任由这萧万里处死定国公，朕就不会做这么多年的傀儡，还被当作是昏君。燕歌在天之灵，会恨我吗？燕歌，皇宫的那些人在朕面前很恭敬，可是在背后却又是另一副模样。朕虽然是皇上，可连一个好朋友都没有。皇上，有我呢，我愿一辈子伴你左右，护你周全。一言为定，一言为定。只要皇上不放弃，总有机会找回属于你的一切。燕哥，那朕以后要是做了错事，你还会跟朕一起玩吗？父亲告诉我，知错就改，善莫大焉，这是处世之理。皇上，无论你以后做了什么事，我都不会怪你，这叫君臣之礼。皇上，皇上，皇后娘娘来了，她到处找您呢。朕不想看到她。皇上，那臣就先告退了。皇上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臣妾都等你好久了。你看，臣妾为你准备了什么？这是送子神药，父亲特意从灵山请来的。父亲说了，百试百灵。皇上，你这就随臣妾回寝宫吧。朕成全你。宽衣。皇上，你说什么呢？朕让你宽衣，你不是要同房吗？朕把送子药吃了，现在就同房，就在这儿。你愣着干什么？脱啊！皇上，要不您跟皇后娘娘还是回寝宫？不，朕就要在这儿。你脱啊！你是要抗旨吗？还是你要跟他们一样跟朕作对？脱！脱！
我太憋屈了。谁不憋屈？我也憋屈。咱们千羽卫以前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委屈？你俩吵什么？老大，方勇的尸体可是重要的线索，就这么被萧万里抢走，你都不生气啊？气什么？你俩别太着急，那个老狐狸的尾巴马上就要露出来了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怎么来了？皇上，您昨晚喝得醉成那个样子，说过什么做过什么，怕是都不记着了吧？人家皇后娘娘可是一夜未睡，一大早还要我过来给您请安呢。朕昨天对皇后是不是有一些过分？很过分，皇上。萧万里、萧丞相那老匹夫是有错，是该千刀万剐。可是皇后娘娘有什么过错呀？你说的对，朕知道，是让皇后受了点委屈。点儿？皇上，您昨天晚上让皇后娘娘当众宽衣，别说是皇后娘娘了，就是对一个女人来说，这是何等的羞辱啊！哎呀，皇上啊！您是一国之主，是南国的君王，您最重要的就是气度。皇后娘娘整日缠着您，还不是因为喜欢您啊？是是是，您是可以不喜欢她，但是您不能羞辱她呀。嗯，那你说，朕该怎么办呀？道歉呢？不行，朕是皇上，不能道歉。对。您是九五至尊，奴婢人微言轻，何必多管闲事呢？奴婢告退。哎，等会儿。哎，朕虽然不能道歉，但是朕能弥补皇后她呀。要不金银珠宝什么的？金银珠宝？亏你能想得出来，谁稀罕呢？你啊。我。是，我是稀罕，人家是皇后娘娘。您要真想表达自己的用心，你有点诚意行不行啊？诚意，诚意。这样，您仔细想一想，皇后娘娘平日里有没有找您要过什么东西？她跟朕要过孩子，朕不能给呀。哦，对了，她跟朕提过想要回家探探亲，朕拒绝了。要不咱们就让朕的皇后回家省亲。早点说呀！那萧万里凭什么抢朱茵粉案的查办权啊？我们得想办法反击呀！老大说了，萧万里肯定跟朱茵粉有关，那他手里就一定有交易名单。我们今晚准备动手。哎，佳佳，今晚三更去萧府后门接应我。你干什么？帮你们偷名单啊！但是这件事不要告诉燕长云，我准备给他个惊喜。太危险了。哎呀，我在皇后身边不比你们好行事儿，放心吧。老大，天骄正在护送皇后回府省亲，他整夜都会守在萧府门口，随时配合我们。嗯。小祥怎么也跟去了？听说是皇后带过去的，怎么了？哦，没什么。你记清楚萧府的地形和进退的路线，在外面接应我，我自己进萧府拿名单。老大，萧府禁卫森严，想进去可太难了。就算是龙潭虎穴，我也要去。夜里天凉，也不知道皇上添衣了没有。
这会儿他在做些什么呢？皇后娘娘，那皇上自然是想您啊，想您想的都困了，这天色也不早了，您早些歇息吧。既然困了，还不赶紧退下呀？哥，谢谢萧大人。皇后娘娘，那奴婢告退。嗯。哎，别动，快坐。这么晚了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这不也是没睡吗？我特意过来看看你。你猜，我给你带什么来了？嗯？还记得这个香囊吗？记得。在你14岁生辰的时候啊，我特地上山为你求的，可以百毒不侵，保你一生平安。竟然还有香味儿！那年我进入皇宫，就把它放在家里了，没想到哥你还替我收得好好的。你是我妹妹，你的东西我当然得替你收好了。来，我给你带上。哎，哥，还是把它放在家里吧。当初就是因为皇上不喜欢这个味道，我才没有带的。哦，是这样啊。那行，我替你先收着吧。嗯。哥，我困了，要不你也早点休息吧。那好吧，晚上天也凉，你就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嗯。但是你要答应哥哥，这次回来要多住几天才回去，好吗？知道了。那我先回去了。嗯，去吧。风雪扰乱我心房，不舍不忘不悔是为你衷肠，若与你书写满纸情长，何空世事的山高水长，一念一梦一生把你放心。